嫂子说要拍这车，一直就没动静。其实我就为了等个机会，我的计划是以老车主身份来聊聊这款新车，但只可惜想找一辆本身就小众而且成色又好的上一代 CLS 实在是太难了。很多人都说老款的 CLS 是最美的奔驰，这一点我绝对同意。而且从第一代车型开始，它就扮演着花瓶与雅痞的双重角色。都知道奔驰的最新家族设计语言是从 CLS 开始的，鲨鱼眼的前脸怎么评价都有，我也是慢慢适应过来的，但其实你找好角度还是挺好看的。车身尺寸现在已经大了一圈，具体的看一下参数，重点想说是轴距，现在已经是2939了，对于一个不太在乎空间但又能提高舒适性的 CLS 来说绝对是个好消息。这款多辐条轮圈我特别喜欢，视觉重心感觉更平衡一些，而高配的那个大五辐轮圈实在喜欢不起来。奔驰最精美的设计都在这儿了， iPhone 50大屏，亚光色的装饰板，全新样式的方向盘，还有这个 Command 系统。要说最喜欢的就是这个一排四个的出风口，我怎么看都像是一套精美的轮圈。再有就是这个方向盘，银色的面板是最新样式的，上面这俩小黑豆是一个轻触操作钮，可以上下左右两边各一个，操作起来特别方便，而且质感特别好。这 Command 系统也变得更精美一些，原来是一个鼠标加滚轮的样式，现在是个小薄片，手写区域也应该比之前更大了。配置方面那当然是没问题了，毕竟也卖到了70多万，无钥匙进入系统，手机无线充电，柏林之声的音响，座椅加热跟通风啊，这应该是选装的。但是很可惜它还是没有配备全景天窗。这套座椅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不是那么软，但是椅型真的不错，乘坐的舒适感还是挺好的。坐垫两侧的包裹不是那么强，但靠背可就不一样了，你看看这后视，而且非常的突出。对于我来说，可能拐弯的时候我的胳膊肘会经常磕到这。 CLS 的后排空间其实我不太想跟它较劲，毕竟是一个溜背的轿跑车型嘛，腿部空间比上一代稍微长了一点点，大概有个1拳4指左右，头部还是不太好，头发已经扫的了，估计我得换个发型。配置方面基本该有都有，像后排出风口、五伏的 USB、12伏的电源、储空间这些啊，杯架这些都有，其他的没什么好说的。后排座椅已经从两个座变成三个座，逼格方面虽然不如之前，但是实用性更接地气了。你别瞧它后排空间小，但是那后备箱真的不凑合，标准容积其实就挺大的，关键看隔板下面储空间也特别大，而且里面配的配件倍儿全，像急救背心、储网兜跟急救包。最好玩的是这个折叠的储物箱。从之前的3.56缸现在变成了2.0T4缸，心里多多少少会有些不平衡，但是你换个角度想没准会稍微好一点。比如价格啊，现在最新一代的车型卖到了64.8万起，但你还记得第一代车型卖多少钱？第一代的 CLS300 卖到了79.8万，将近80万。第二代车型降了点，卖到了76.8万起。当然了，价格肯定不是动力变化的最主要因素，但多多少少也能拉近一些用户的距离，就像现在的宝马5系、奔驰 E 级跟7系一样。当然了，关键还得看开起来怎么样。全新的 2.0T 发动机已经全面超越了那个老的3.56缸，258马力配9速变速箱，0/100加速已经从之前的7秒现在降到了6秒4，油耗也有一个大幅的下降。这么想想，对吧？动力提升，油耗下降，是不是也挺好的事儿吗？标准驾驶模式下，你会觉得动力的反应稍微有点弱，尤其加速这一下，看变速箱的反应跟动力直给的这个感觉没有那么的直接。也许这会儿你会抱怨 2.0T 的动力不太够用，但是如果你给它调到运动模式，就会好很多了。我平时不太喜欢开快车，所以对于这套动力系统来说，我觉得还是可以的。驾驶模式下我还是喜欢标准，也就是 Comfort 模式，但是如果你对动力有一些小小要求的话，可以试试自定义模式，把驾驶模式调到运动，转向跟 ESP 都调到舒适性，这样在动力跟舒适的平衡上面就两不耽误了。变速箱跟底盘其实没有给我留下特别多的印象，很舒服，跳不出毛病。悬架呢，日常的过滤也很好，但是如果你过减速带的时候还是会感觉到有点硬。有一点特别提醒，开这车下地库或者是过一些坎儿的时候一定要慢，因为它的底盘还是太低了。车身的设计还是那个晕，
全新一代的 CLS 真是越看越好看了。最主要是搭配了这款轮圈，多辐条的样式，我觉得它也是全系里面最漂亮的一款，建议大家选这个。那就是这个天窗了，本身就不是全景的，结果这遮阳帘还是个手动的。真要喜欢啊，就买最低配。拜拜。哎，那哥们看了，我跟你说啊，他一定觉着开这种红色小骚车是一姑娘。不是，不是，孟老师，你美什么呢？就今儿这结尾是不是太潦草了？怎么潦草了？不是，就一句话就完了。那不然呢？说几句。不是，咱们给网友推荐车，是不是应该啊更全面的、详细的去啊？不是说那么多废话干嘛？你要推荐给朋友，买哪车呀？入门吧。那不就结了吗？买最便宜就可以了，要的就是这个样子。这路人的目光看见没有？说实话，我还是觉得这个车不太好看。这，我跟你说，你的这个审美啊，应该修理修理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你没觉着这个车在照片里头一般，但是看真车就会觉得好一些。你要照这么说，那可能是为什么？嗯，我告诉你啊，好不好看并不取决于你的视力，是取决于你的距离。离这车近了，自然就美，知道吗？你说这个内饰啊，跟你一样，空间咱就不说了，这没法说，不咋地。你说我花这么多钱，我买一个 CRS， 我为什么不买个 E 呀？哎呦，所以说你是土了。哎，买这车的人谁看奔驰 E 呀？啊，你不觉着内饰是风格差不多，但是换这个四个大圈炮筒式的出风口，感觉质感就强了吗？奔驰 E 也是，谢谢。什么换的？刚换的。那你有没有觉着，有了这套内饰，加上那套座椅，加上那个低矮的车身，视觉就立马觉着有质感了很多？是是是是，说实在的，我还是不能理解什么样的人能买这样的车。哎呀，你现在开 C，对吧？啊，你将来得换豪华车吧？啊，买 LS，有可能，对吧？啊，这人承认啊。啊，现在开 C， 将来开 LS， 自然会想念 CLS。是 CLS 就这么来的啊？就你可以这么理解，对吧？不差钱，家里好多车，对吧？还得需要质感。啊，那要照你这么说，那我是不是家里有个 G， 我再买一 LS， 我才能开 GLS？你是傻是怎么的？你都有 G 了，谁开 GLS？ 啊，对对对，你说的很有道理。